这糖水排骨我要了，都给我吧。谢谢大哥。那你付费不需要食堂啊？我晚上出来办公。不过你做的菜啊是特别好吃，刚才我吃那个菜就感觉那味道特别的熟悉。上次啊去完你们食堂之后我就去了去了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难道说你认识我？朱呢？朱新家。不好意思，我睡了你的床。没关系。我就酒店。女朋友那个，我会叫他们经常来吃的，给你捧场。不用，你下次自己来就好。他肯定是被我的光辉所覆盖了。你刚刚是说，他似乎对你很有兴趣，应该还会再来。你是谁？你不是他，他是谁？别走，工作很累啊。KO 是著名的独行侠。拜拜。我很好奇，你不会是那个超级牛、超级著名的那个黑客吧？难道他是那个黑你？是我。看我干嘛？心酸呀，认识没？你这个脸皮没弄好啊，真是的。我怎么觉得你跟我是一个世界的？这个师傅的第二套你不能碰。我跟你没关系，反正你长得帅。陈峰说啊，我有个真挚的网恋摆在我的眼前，可是当时我没有珍惜，现在想想还真是注意悔过的。做他的服务器是不是叫长安月下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就是收口摘星的。还有间空着的，你们谁要来住？不收房租。你怎么来？还走后门？太好吃了！我跟没和我们长凤玉说，我让他住下了。啊？帮我说，帮我说，你什么都会干，你要不要住下？磊哥。人家都吃着碗里的，你别上晚上出事再吃了。鸡腿，我在看我的鸡腿啊。鸡腿，加工了啊。